Hello，大家好，我是小灯。Hello，大家好，我是小灯。我叫王小楠，我的作者名叫麦小灯，现在是一名短视频创作者，目前网上有大概212万粉丝。网友一般都戏称我为拖拉机女孩。现在呢，我是跟我爸爸一块生活，主要是记录我跟我父亲的一个日常。我是学新闻的嘛，比较喜欢拍一些自己的小视频。毕业就留在郑州，从去年8月份的时候，他的身体都不太好嘛，后来我就决定辞职回家，我得照顾他。当时呢，在那个平台上看到有一些那种记录农村生活的，我想着我也试一下吧。首先我的主线就是我跟我爸爸一个日常嘛，另外我希望去串联一些农村的一些题材，比如说咱在城市里可能看不到的一些农村的场景啊，农村的美食，还有农村的文化。我也想把这些农村的一些比较现实的东西去展现给大家。农村也有非常温馨的一面，也非常美。我爸爸以前他特别不爱说话，到现在的话他自己也会拍一些这种 vlog 嘛，短视频。现在的话我觉得他每天非常的积极的去生活，也非常阳光。从一个传统的父亲到一个传统跟这种现在相结合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父亲了。又能去陪伴我爸爸，照顾他的病情，让他的身体更快的康复起来。另一件事就是我的工作，也是我喜欢的一份事业。我现在两件事情都做得挺好的，虽然以后我不知道有多么完美吧，但是现在我觉得两全其美，对我现在是一个最好的状态。